她叫什么？等一下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卡到了，而且你们两个人同时卡到哎、欸。打开后门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兵，我是小爱，是在吃菜的亚比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是动漫角色解体 PK 赛。这次的玩法跟文字解体一样，就是我会把动漫角色的五官拆解开来，那你们在第一眼你们就猜这是什么角色，那先猜对的人就获胜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，赛喽！那等一下你们看到的时候，只要打就举手直接打了，我可能一题，然后呢弄了一小时，你们可能一秒就打完。白板是给你们猜不出来的时候可以画一下。好，今天超超快的。我们直接开始第一题啦。第一题，那个猜了。蔡生老师。大家给他的。对对对，接题这样子。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嘴巴。我是他的头发哎。对，我觉得头发。也就是扫把之类的。下一题。不是，福黑，鲁夫哎，对啦，戴草帽，对，我怎么会找他戴草帽的？因为这个吧，其实他很明显是鲁夫，我刚刚犹豫是因为为什么头发都对，这里面最明显就是都是发型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刚刚猜福黑耶，哦，头发啊，有一点像，有点像，都是这样，没有，福黑的头发比较长一点点。下一题。野口，对啦，想不起来叫什么哎、欸，野口啊，嘴巴好小，眼睛也超小的、啊，鼻子也好小，来画一下野口，画的最好的加一分，第一次画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好像还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前啊？很像哎、欸，怎么画的有点像？没有啊，他的鼻子刚刚是那样，对耶，而且他眼睛要往下，还要一边往下看。下一题。那个椅子树，椅子树这种鼻子好难哦、喔，我这题弄了一小时哎、欸。他的眼睫毛、下睫毛、眼睫毛很明显，还有他的头发，因为鬼灭人都很喜欢挑染他们的头发。好来哦，下一题，初天，太快了啦，白眼，小白眼，因为他的瞳孔的颜色，然后他每次都很害羞，因为他。害羞，那时候就很害羞。哎、欸，我还故意用的很像这个是一个眼脸，这个是一个脸。下一题，狗，李维，李维，他的发型很 old school， 对啊，你这样子把它分解出开来之后，我们更能 focus 在他整个脸的样子。因为平常我们不会这么的去注意他怎么脸、啊。对对对，像我去背，我就会看到哦，原来他眼睛是这样，眉毛是这样，我就会这样发现所有的。对对对，他们的每个人的画风不太一样。不然他一加油，下一题。哇，大人所长。猜出来没？我在想名字。大人所长有那个蒜头。而且有小胡子啊，大一个小，然后他的眉毛也很粗，只是如果是连在一起就变得有点像阿亮。下一题，小安，啊，不是，叫什么啊？大小姐，他叫什么？等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可以把它画出来。等一下，怎么可能忘记这个人的名字啊？好乖哦，他怎么样？阿珍，然后。对啊，我知道他男朋友叫什么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去查，我发现他原来他发箍每次颜色都不太一样，黄色最常见，还有紫色、橘色，什么色都有。你怎么画成埃及人？他名字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因为是一个很好记的名字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卡到了，而且你们两个人同时卡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还模仿柯南。姐姐，我知道啊。他在叫他什么？陈志远。小兰，什么小兰？原子啊！可是我应该别放，因为我记得原子应该没有那么漂亮。原子很漂亮。他们说其实原子是超级大正妹，他把发箍拿下来有刘海的时候放一个。小兰的发型有变过？没有，就是永远都有一个凶器在他的头上。下一题，
放弃，我来画他。那就是那个、啊，他就是脸都臭臭，第一集就出现，然后他的位置是那个蓝王，他蓝王很厉害。对啦，对啦。好了，那这集都不算分。他名字叫做月岛。啊，有印象。哎呦，他胖女好像画的不错哎，你们都很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哎。小兵每次都哎，小兵月岛，哎、欸，好像啊、哦。可以看他原本长什么。艺术分，艺术分给谁？谁给谁？我看原本。啊、哇！我失败。对你画的很有 Q 版的感觉，对，比较 Q， 他的眼神比较 get 到。下一题，柚子、橘子。限时十秒内画完，十、九、八、零。哎呀，哎、欸，都画得很好哎、欸，你都有点歪歪的。直接选方宇。哇！画太快了。下一题，那个大屎怪，瓜东你，哦对耶，东你啦，好吃，瓜东你，我在查他的时候，我打我打的库拉皮卡，他的脸跟胖虎有点像，哦，因为鼻子是圆的，的啊、好来哦，下一题，冥王星，海王星。不是啊，是天王星啊，那个天王瑶。对。啊！不要讲名字。你不是海王星，然后是天王。他是我算是很初恋的一个。原本看美少女战士就觉得大卫很帅，然后自从天王瑶出来之后，大卫就是个屁。天王瑶太帅。这很明显是美少女战士的眼睛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发型，而且我超好。哦。下一题。小帅。其实是日本真的历史的部位，因为我是最近看那个周末女武神，我才知道原来武藏跟小仓。你有看那一部？有啊，我有看的。我很早就看。你有看那一部？我有看的。他们两个都是历史日本史上很有名的剑，就是剑士。然后他们两个是对手，然后小仓是一辈子都被武藏打败的，是一辈子，他就是没有赢过他，手下败将。下一题。那个水兔水兔，哇！你每周抓零点几秒，哎，你已经很强了啦。雪兔跟桃矢就是我小时候被觉醒的对，他们两个就是 meant to be together。那个声音好可怕。下一题，那个小爱，小爱啊，对对对啊，小爱、啊。我想说，你要我讲出全名吗？我想一下。什么爱子？妹我爱子。对。小爱，你叫我。我就我昨天跟你讲，我问你说我有没有什么没看过的，我昨天要看。你应该跟我讲什么《魔女斗萝莉》的。我们两个居然这样互相看到。没有。你知道我回答什么吗？我看到没有？我真的没有。他昨天晚上那样问我说没有没有，你都知道哦，我是这样回答的。我是个严守把关的关主。严守。来。哇，这是都很难哦。对，这很蛮不好看的。好的，我会给小兵的。下一题，推。好快，开手！你看哪里像？这个发型超不像。刺啊！它比较刺啊，对啊，很刺。然后这头发是我自己涂的吗？你怎么不知道？它原本是这样子，我这边自己把它补起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来哦，下一题。那个七鸭哦，差一点就输了。七鸭子啊，这一题也弄超久了。你看他这个到，好，没事没事。下一题 ，Go！ 孟子，哎，孟子也可以画哎，好简单。不要讲这么快。哎，你们孟子跟静香我也搞混，不会，因为他们发型差太多了。那你知道静香发型是怎样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孟子不是我叫你出的吗？哎呦！对啊，你最好是我叫我出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又在说什么？原来你们两个在我背后做勾搭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那我叫我出啦！你怎么难画、啊？慢慢画
就这样子。好啦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们还在胡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越简单线条越好。我自己一直是这样觉得。它好像茄子哦。下一题。啊！哦、这个我在考验名字，你看这也是我自己涂的，看出来了吗？辛苦了。那看出来是？看出来就是比较粗糙一点。哇！这边有阴影，这边阴影这个下巴。就是它永远都是皱眉头，然后它的红色眼珠，然后它有加上它的眼。你现在觉得是这个？对，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哦，最后一题。那个园长，他叫高仓，高仓园长。你们要画一下园长吗？好啊，画一下园长啦。Let's do it。蜡笔小新其实他的画风也有，就是改变过蛮多。好香哎！跟大家 say hello。大家眼睛偷看。我会给小兵方宇的有点像流浪汉，因为他的那两个花在不对，然后有点憔悴啊，没了，哎、欸，很久哎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上面还是果蝇也在感谢，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我们最后的分数是5比14，恭喜小兵获胜，获得一只鸭比。哎为什么我觉得我都有在答题啊？你真的怎么那么傻？看到你的脑袋了。我觉得今天很考对名字的记忆程度吧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太简单了。下次干脆就只要有关。好，发型不要发型打掉。那我会在片尾放两题给大家玩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答案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。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你帮我了吗？哎，我的礼物哎。今天我们要进的是动漫解题，动漫角色，动漫角色，好，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答案，留言的，大家再见，好，白丫丫解题，怎么样？我是解，你是谁？可是方方鱼很多提示，有可以发挥就可以画一下，啊，打雷了，很可爱，叫不出他名字的技能哪里不过？最后一题，大雄老师，哎，我懂。